我准备做点蛋糕，出去摆摊卖钱，卖了钱带着老婆孩子去旅游。这个蛋糕是粉色和咖色的，先挤点咖色的面粉放在底下，再放一点粉红色的。粉红色也放好了，现在我们来装饰一下，一个漂亮的小蝴蝶，还有一个爱心微笑的字母摆件，还有一个小熊手机摆件。最后再给它撒上一些糖果。这个蛋糕真好看呢，再来做一个。哇，明亮的橙色，巧克力色。这次我们先来放一些橙色，再来放一些巧克力的颜色，上面再放一点橙色，插上袋鼠摆件、爱心摆件，还有一朵小花花，最后再撒上糖果。好了，我的蛋糕做好了，我要出去卖蛋糕喽。